是什么声音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基尼和艾莎。天哪，基尼和艾莎被邀请参加派对了！艾莎，艾莎，艾莎，赶快起来，快看这个，你和我被邀请去参加派对了。不要，我不想参加派对。哦，天哪，不想去参加派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艾莎？其实，快看我的脸长了痘痘。脸都这样了，怎么去参加派对呀？哦，天哪，艾莎的额头上长了一个非常大的痘痘呀！不想让其他公主们看到我这个样子。哦，该怎么办好呢？啊，不用担心，艾莎，我来帮你敷个面膜吧。哦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基尼。好，快跟我来吧，扎扎，我来帮你敷个面膜。好极了，哦，好喽，艾莎，过一会儿马上就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基尼。好，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，来把面膜摘下来吧。咻！哇，艾莎，额头上的痘痘消失了。哇，痘痘真的消失不见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痘痘这次又长在嘴巴下面了。哦，快让我看看。天哪，痘痘这次又长在这边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艾莎，一起来用这上面的化妆品遮遮痘痘吧，应该会看不出来。哇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基尼。好，那么首先Hello， 哦，哇，痘痘真的消失不见了。哦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次痘痘长在鼻子上面了。哦，天哪，就像艾莎说的一样，鼻子上又长了痘痘呀。为什么我的脸上总是长痘痘呢？哎呦，怎么办才好呢？痘痘为什么总是这样长出来呢？啊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哟。扎扎，戴上这个面具，谁也发现不了你的脸上的痘痘。好，一起来试一试吧。哇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呢，艾莎呀，看起来很不错。来照一照镜子。哦，戴上面具真的一点都看不出脸上的痘痘呢。哇，好开心，现在应该可以去参加派对了吧。哦哦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基尼，这样戴上面具是不是谁都看不出来我是艾莎呀？艾莎，你不要哭了。哎呦，为什么痘痘会长到那里了？不用了，我以后永远都参加不了派对了。哎，这可不行，艾莎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艾莎，佳佳，嘎嘣！哦，基尼的脸上怎么也长了痘痘？没错，你的是痘痘，我的是超大痘痘。艾莎，你和我的脸上都长了一个痘痘，所以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哟。所以呢，还是和我一起去参加派对吧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吧，基尼，好极了，那就一起去参加派对吧。准备完毕，基尼，我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么一起去参加。